嗱，應該有聲啊！呢條片嗱，應該有聲。呢條片唔知點解冇個聲，但冇有冇聲都唔緊要啦。咁頭先咧，我哋見到一條係咩片咧？係大澳一個住宅，佢嗰部 CCTV 拍到嘅，就見到有個大飛登岸，然後有五個大漢，我就唔用搶灘啦，就登岸，然後就行咗，即係往大澳就行，即係上咗大嶼山啦。只大飛咧就即時走咗。咁於是乎咧，拍得呢條片嘅住户定係或者鄰近街坊咧，覺得唔對路就即刻報警啊！嗱，又因為我唔想再播啦嗰條片，嗰條片咧由個大飛登岸到嗰啲人落船，嗰五個大漢落船，個大飛走咧唔夠十秒。嗯 ，OK， 好啦，報警就警方就接獲呢五個男子，當中咧當然不能夠出示證件啦，甚至乎有人冇著鞋 ，OK。全部都是南亞籍的，即係非華裔、南亞裔的啊，咁啊啊，嗱、這個問題其實很嚴重啊。究竟而家我嗱、老實講，你去怪那些海關或者水警，就很難嘅。茫茫大海，你有陣時真係掛一都漏萬啦，係嘛？真係很難講嘅嚇。呢、這個問題就是咧。我哋香港而家呢一個政策，令到呢一班嗱呢班友咧，佢連行街紙都冇噶啦，佢唔攞到嘅，佢因為佢唔係用嗰、那個啊，即係難民呈請落嚟香港噶嘛，佢直情係偷渡上嚟。嗱，而家叫我捉到五個，你捉唔到咧？嗱，呢啲人做乜嘢咧？做世界，佢係冇身份，你好難咩噶喎？打家劫舍，就算你差人去查嗰啲案，你都係向喂有人講係南亞裔嘅，你都係向南亞裔，無論係香港居民啦。定係嗰啲攞所謂嘅行街紙啦嘅人去查啊嘛？你呢啲人，除非你當場斷正佢，如果唔係，喂，跟住佢又搭大飛走喎。嗯。喂，對香港嘅治安問題咧，你唔會覺得佢落嚟打黑工係嘛？即係你俾我，因為黑工咧，我就算要請啊，喂，冇咁大鑊啦。我請我，起碼有得跟下哦。原來假難民啊，所謂都好啊，好啲啊，係嘛？有得跟下啊嘛。嚇，我都要諗噶嘛。喂，我諗呢樣嘢咧，就係咧政策上面對佢哋。嘅對佢哋呢一啲喺南亞裔，你知嗰邊嗰啲咁嘅地方咧，狗反咁亂嘅吸引咯，啊，又或者甚至乎我唔排除真係有人揾佢哋入嚟啊做嘢啦，係嘛？咁你點搞咧？香港係嘛？即係如果你話正式我所理解啊，如果正式係經大陸落嚟嗰啲，即係落嚟呈請嗰啲，好多仲要係我哋偉大同胞，唔好話按唔好話用謠言啦，係譬如喺巴基斯坦。是一條龍地，有啲咁嘅地方，我可以去香港安排佢哋點樣飛機或者火車去到我哋偉大祖國，再落嚟香港，嗯，再教你申請假難民，因別得嚟嘅一段時間啦，係嘛？呢個好嚴重啊！好啦，第二單新聞，喂，我真係咧，我哋自從我哋琴日講完嗰、那個即係黃大仙投訴呢一個對面啊，屌你對面海中環咧，乒乒乓乓之後咧。就已經咧風水號喺度，定我已經覺得奇怪啦。喂，黃大仙明明福地，點咁撚麻煩，咁撚多嘢嘅？嗯，話口未完，又整多單。屌你老母！尋晚咧，黃大仙主要集中喺美東村美德樓、燕順山。咦，我哋個老友阿峰嘟嘟，係咯，住燕順山嘅喎。佢冇瞓咧？佢停電啦。唔知啊，未問下佢聽日。同埋黃大仙龍光樓咧，尋晚七點幾八點發生大停電。OK， 好啦。十二點幾先回復正常，搞咗成幾四粒幾，搞幾粒鐘，條脷都唔好，搞幾粒鐘喎，香港喎，喂，屌你老母，多棟住宅大廈同埋商場一片漆黑陷入 ，OK， 最大鑊就係燕順山間酒樓，屌你咪做唔到生意啦，仲有條仲有起即係有啲魚一啲海鮮啊，可能個氣泵啊。執崩唔到啊！雖然有臨時電未搞得掂啦，兩條輪等死撚咗，初步估計損失兩皮嘢。嗯，喂，我反而我唔係睇呢啲咩喎，我係覺得屌你老母，黃大仙唔通真係阿大仙走咗？你諗下，黃大仙近年搞咩最多嘅廟，搞嗰啲咩著嗰啲咩華服啊，請埋咩麥美娟啊、郭佩凡，
葉劉淑儀古靈精怪烏煙瘴氣妖獸都市咪囉出事自奇啦水浸又有份喎、喂即係你真係好能喂水浸得好能離譜添喎咪就係囉最慘係黃大仙喎、啊、喂而家黃大仙咩事我真係開始懷疑呀真係不問蒼天問鬼神呀唔通大仙真係冇眼睇即係聽日問下阿風水豪呀係呀總會咁諗多嘢嘅喂好啦睇返啦原來呢政府早前呢我都冇睇過因為因應住屯門幾旺嘛中電幾旺嘛、嗯、於是乎整個停電事故罰款機制咁都係唯有係咁嘅啫如果電力中斷時間超過1500分鐘呢就准許回報嘅罰款調整負 0.015 即係呢我相信呢呢、這個罰款調整係喺個利潤啊嗰度調整啊、嗯、中斷超過3000分鐘呢3000萬分鐘呢就准許回報嘅罰款調整為負 0.03%， 你越咁啊越嚟越多啦。咁、嗯、我哋其實覺得喂，屌你點為之3000分鐘啊？係逐户計咁樣去加埋啦，即係我都未去理解到。喂，如果咁四粒幾鐘，即係200都係200幾分鐘，嗱咁、啊、就肯定，所以肯定唔到嘅。好啦，於是乎咧，於是乎咧，嗱有議員同埋有啲環保團體咧就計啊，我唔係原來琴日影響幾多咁多户去乘，嗱、啊、我唔知點樣乘出嚟嘅，因為琴日四個幾鐘嘛。但原來昨日影響咁多户四個鐘頭咧，計落去都唔超過100萬分鐘。嗱，咁啊簡單啲啦，咁啊簡單啲啦。原來咁樣都唔超過100萬分鐘。即係咁多一毫子都唔使罰。咁樣咧，喂，如果咁樣咧，我真係唔明你班立法會議員搞乜撚嘢喎？嗱，呢個係政府早前引入噶嘛，呢、這個停電事故罰款機制，即係話，屌你有冇政府啊？又係咪同中電今日埋咗？喂，屌你做場大龍鳳！又或者你俾中電嗱咁樣啦，如果你超過咁多分鐘，你咪罰我咯。嗯、屌你諗你咁樣2000多户4个钟、嗯，原來都係100萬分鐘。嗱、嗯，我咁樣計啊，嗱，你4个钟，1个钟係60分鐘，係咪2400分鐘啊？一户，嗯、就係咁計啦。十户係24000分鐘啦，唯有咁計啦。100户係24萬分鐘啦。咁1000户。都要240萬分鐘啦，如果咁計，我又唔知點解會計到100萬分鐘，完全唔知佢點計啊！但係方程式俾我睇，係啦，唔緊要，我就當你呢一個方程式，我當你係計錯。就算我又咁講，我頭先咁計都係200幾萬分鐘啫喎，係嘛？都係200幾萬分鐘啫喎，用我呢個方即係咁計，咁幾時得嚟 miss 到1000萬分鐘、3000萬分鐘啊？啊！喂，我反而嗱，我係中電咧，即係老實講。阿靖，你代表中電嘅，屌你老母咁樣，好好好，喂，我都嗱嗱聲簽啦，你咁樣戇鳩，即係唔揾使罰啦，以後都係嘛？但係政府做乜撚嘢啊？話做立法會嗰啲，你負責審噶嘛？屌你老母，你仲做乜撚嘢？當然嚇，上次試過唔知屯門喺邊度未達到個門檻，中電都有啲賠償嘅，呢、這個係喂呢啲就變咗係許人慈啫喎。但係你個機制入邊，嗰啲有獎金收啦。但係你個機制入邊，你係屌你老母，根本你喂我屌咁。如果琴晚咁樣4个钟头話好撚離譜，4个钟头唔係閃一閃喎，你都係得2000多户，夾埋得100萬分鐘嘅話，哇！屌你，你要成15倍先到1500萬分鐘喎。你話呢啲唔係官商勾結，你話係咩啦？屌你老母，你哋真係點撚樣做立法會議員啊？同埋我真係唔明啦。喂，你中電係咪閪病到咧？啊？啊！點解會咁多啲咁嘅意外呢我唔同你係講即係物理嘅嘢啦，個工程嘅嘢我唔識，但係以前冇啊嘛。咪電費加撚咗咁多啊！冇啊嘛，以前點解咧？好啦，咁啊，另外呢一單新聞咧就講咧啊，原來而家啊，我可能嗰邊啲網友知啦，營運緊5條葵青區啊路線嘅葵青聯運咧 ，OK。就被指捲入法律糾紛，銀行户口被凍結，影響個小巴出糧啊！小巴服務都可能會受到影響，有單咁嘅嘢。咁睇落去咧，首先咧，而家咧聯運嘅董事啊，葵青聯運嘅董事邱生就話，因為早前有小股東入品清盤，銀行所以就凍結咗佢户口，佢現金流冇問題。上個月甚至用現金出糧，再派埋花紅，冇司機流失。OK。預料今個禮拜就可以銀行户口解凍啦。嗱，咁我就揾唔到啲司機嚟問啦。咁但係似乎暫時就睇唔到有啲司機出嚟講嘅話冇出到糧。OK， 好啦，呢佢話咧，今次事件起因係因為有小股東，有啲小股東上公司倒閉，
又話過去曾經發現有啲資金莫名其妙流失，而家已經係申請緊民事訴訟。總言之，佢就強調資金、人手同埋班次都正常啊。咁如果全部都正常嘅，其實點解會有咁嘅新聞出嚟咧？係咯，啊全嗱又班次又正常，人手又正常，咁你啲司機有糧出，嗯，就冇乜理由有咁嘅新聞出嚟。咁但係我又見唔到有市民 complain 話冇車搭。咁我而家運緊營運緊區內五條線嘅88 A、C、F、G 同 M 啊，全葵青交通。哦，呢個係 Facebook 全葵青交通嘅 Facebook 專業發文嘅啊。嗱，咁啊呢個股大股東嘅邱生就話咧，早前佢都同員工做過問卷調查，佢話七成司機都話可以唔出糧支持公司。嗱，佢講啊，令佢好撚感動。所以就自己墊資100萬出咗俾你先、派埋花紅超級市場現金券。佢話司機一個都冇流失到，而且一切正常。佢話甚至乎有購入新車。咁我哋希望咧，佢呢個係啊嘥氣事實啦，係嘛？即係因為好快咧，即係如果有事咧，就一定係啊有會出到嚟嘅。嗱、有一個之前咧跟進個事件嘅葵青區議員，民主黨嘅韓俊賢咧就表示：，屌你老，點解呢單嘢我睇呢單新聞嘅時候最奇怪？點解唔揾翻而家當區嘅區議員啊？咪咯，啊！呢單新聞係我想講嘅嘢，點解係要揾翻曾經跟進過事件嘅前葵青區議員咧？你話而家委任嗰班係幾撚垃圾啊？嗯，你正常你記者做呢啲新聞咧，好正常啊！睇一睇當區區議員。揾佢，喂阿黃議員啊，我係香港零一嘅，我想問下你咧，喂葵青聯嗰度嗰單嘢點樣啊？成日居民有冇糧出？咁點解應該係佢？點解跟住會揾翻前葵青區議員咧？嚇、好啦，佢話咧，陳任內曾經跟進個事件嘅，佢呢間公司咧開始嘅時候由多名車主組成，所以成日都有新舊股東嘅糾紛。OK。咁啊，權責唔清，行政比較混亂啊！咁如果跟埋佢咁樣講咧，就似乎頭先個邱生咧講嘅係相對係比較接近事實啦啊！可能有小股東啊，屌你咪索性你知啦，做生意，哎，還銀定乜係啦？屌你咪直情清鳩盤，諸如此類啊！於是乎銀行凍結個户口咯。嗱、但係去到呢個位咧，我喺度又係時間狼嚟㗎啦！呢、這個呢單嘢嗱，呢一啲咧係專營小巴嚟㗎。你運輸處你都及撚住，搞撚掂佢。如果你一爆鑊咧，又話冇車搭咧，啊！不過我覺得呢個機會好高，屌你老母，關撚事啊！而家你係咪先？喂，運輸處要介入嘅，你而家應該為乜嘢料你哋啊？好啦，呢、這、一個應酬就照計咧，屌得冇咁勁。但係我對於呢啲咁嘅左翼人士咧，我都係要屌。環保團體綠領行動今日出嚟道歉，話係。自己比較離地、忽略了可行性同埋衞生問題。事源係乜嘢咧？十號嗰日啊，即係早兩日啦，早三日啦，佢出咗個 post 係端午節快樂。咁其實呢度已經冚家產啦。端午節就唔係快樂嘅，我哋成日可以講好多嘢啊。係咪屈完死咗好快樂？屌你有冇端午安康咯？中秋咪團圓咯？但有係唔同啊嘛。首先清明節快唔快樂？首先嗱咁講。我見到我有啲網友咧話：屌你老母搞錯，屈完你都屌你老母閪紀念咁嗱，都某程度係，但係我都嗱，我真係好撚包容。屌你老尾，我哋唔好用而家嘅尺度去睇翻當年即係嗰啲行徑行為啦，係嘛？咁端午節個傳說就咁樣啫，咁係咪真係咁跳落去？屌你老母閪，仲有佢跳咗落去，咁點解要食粽咧？哦，因為屌你驚佢條絲俾人食，俾啲魚食啊，俾啲魚食，所以我哋掉啲粽。等啲種啲魚食撚到啲種就唔使食條絲，即係呢啲咧真係好撚嗨咯！屌你咩 ？Why not both 條魚話食完你個種再食條絲得唔得啊？啊都得噶嘛，係嘛？好啦，咁啊綠領行動12號再出 post 嗱，點解咧？因為10號出個 post， 啲種葉咧環保啲，可以洗翻吹乾淨，可以循環再用，下年再包個種又得嗱。於是乎咧，佢再出個 post， 首先咧就刪咗，下年再包個種又得。不過佢仍然係保留嗰個洗翻乾淨、吹乾就可以循環再用。屌你老母！嗱，我又冇乜研究呢下嘢，但我淨係知道咧，
啲種葉霎撚個種之後咧，你係咪可以洗翻乾淨吹乾去再用？嗱，你話洗都麻煩啦，係咪啊？屌你老尾，你仲有佢軟瀨瀨，又知黏住咁多嘢，洗一塊種葉，喂真係好撚麻煩喎、啊。梗係啦，你落唔落洗潔精啊？咁樣唔落洗潔精，佢唔到油喎、啊。洗完再曬，你佢而家係生咗留翻誒，睡眠再用嗰句喎、啊。佢就唔冇刪，洗乾淨個循環再用，即係佢仲堅持嗰度，點解唔可以循環再用？嗱，細個係聽過咧，有時啲人係會誒，佢有嘅，以前啲人係有嘅。但係嗰幾十年前啊嘛，幾十年前啊，你都係咩？即係去廁所啊，嗰時都係去啲屎坑啦、啊。喂，老老實實講，你要咁強調嘅，咁你不如咧，你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喂，不如強調唔好用衛生巾啦，女人，用翻嗰啲布得唔得？咁洗完咪再用咯。唔好食仲係咪環保好多啊？淋米雞唔好食啊？唔係啊，敏屎啊，唔好啦敏啦，用水洗咯，用水洗咯，水都唔好用啊，係嘛？屌你老味，唔係啊，喂，再唔係撩落嘅手度洗手，甚至乎你話洗都手都唔撚洗，唔撚洗咯。屌你老味，有陣時啲嘢咧，喂，你真係多鳩魚嘅，喂，鳩粒啊，係咪可以？屌你老味，再用啊，洗乾淨佢。你問我，我都覺得得嘅喂，菠蘿炒飯嗰個殼使唔使佢重用？喂，嗱，呢個你唔好咁嗱，真實嘅事唔好講出嚟。我相信真係有人菠蘿炒飯個殼重用嘅喎，我真係相信有嘅喎呢個嚇。唉，唔好講咁多啊，費事 over 咁多，因為我哋嘉賓咧都就快到啦，係咪有啲忐忑啊？嗱各位咁樣啦，我們現在咧開始啦，因為大家知道啊，我跟阿正咧果如都賺到，睇下邊個姣啲定，都賺到不姣啦。嚇、啊！他聽得懂就可以了。我不肯定他聽不聽得懂啊，因為我跟今天啊、早上的時候，我跟我的他的香港的經理人啊嗱、聊聊一下，我跟他我說喂，這個啊呂開始他懂講普通啊，他懂講他講國語的，他聽啊他懂不懂啊廣東話？我問他啊，他應該不懂的，很少很少，所以我們都有啊講國語的啊，所以我現在有一點。有一點害怕，你唔使驚，啊啲聽眾驚咗啫。OK， 還有你們想問他什麼問題啦？你們等他到來這裡的時候咧，你們可以在這個 chat 問他一下啦。OK， 好啦，休息一陣。